爸爸，萌，可别再问这种没有水平的问题了。我不爱你，爱谁呀？那你说妈妈和爸爸同时掉河里，你先救谁呀？你看，又来了。我不救你，我救谁呀？那你为啥只救妈妈不救爸爸呀？然后今天你说了讲讲，第一，我要不救你的话，然后以后你就没人管我了，我这小日子也没几天了。第二呢，咱家这条件在这摆着呢，妈妈，咱我娶你的时候就已经砸锅卖铁了，我可不想再过回国日子了，回国日子了。啥叫回国的日子呀？妈妈，这是穷的有两个想的呀。穷啊。那你就不去救你爸爸了？哎呀妈呀，妈，你可别再担心，你可别再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在大海里也不会死，因为他从小就会这玩意儿狗刨，然后这个在这大海都扑腾，一会儿就扑上岸了。你爸听了就得气死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。